嘉义消息，嘉义大福兴宫元老庙迎元老举办一场抛绣球活动，有2200多个这个未婚男女参加，有姐弟啊，有兄弟啊，拢上场要抢这个姻缘。报名这个百外男性的朋友呢，拢伫这个庙方准备真古锥红地帽啊。啊，那女性朋友呢，是一个上台抛绣球，大概是拢受抢。一个一个拢戴一顶红色的帽啊，台顶还阁有一个元老要来帮忙牵红线。这个姻缘就靠抛绣球，女主角就要登场了。大家每一个人手拢举真高，为着要抢到绣球。现场是闹得滚滚，这张绣球抢甲非常激烈。我两个人抢到要安怎？刀石头布。拿刀石头布来决定，要输的只好认命。三个抢做伙，这个绣球要算谁的？旁边的赖小姐也不能劈腿啊！女主角讲，拢免抢，三个做伙做朋友。嘉义市大福兴宫的元老祖庙，迎元老举办抛绣球活动，有180位男士甲32位小姐，总共212个人报名参加。庙方讲，抛绣球是古代求姻缘的方式，就是这场抛绣球的活动。希望姻缘千里来相会，愿未婚的男女会当在金猪年找到人生中的对象。